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。新的契机会到来，先马上换工作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桥本事务所。现在为什么是晚上呢？其实现在才现在5:20而已，日本天空已经暗成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在哪边呢？我们现在在福建道和神社，在后面，在后面晚上的神社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要帮老大买神具，就是金箍。对，然后我们要去里面找看看有没有卖那个卡米萨子，就是它叫什么？就是一个大小神社里面的一个东西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进去吧。晚上的神社好漂亮哦。等等见，拜拜。这是哪里？抽签的地方。去抽签。你觉得我可以抽到吗？它是分大吉小吉。就是先抽出一支签，哦，可是里面有很多的签，然后我就把它摇出来，太快了吧！缘分到了，这很小哎，四，好看吗？四，四，嫌弃买不起，我也想抽一支。太快了，你是几号？嗯，看得到吗？对啊，对焦啊，二，好 ，OK， 四跟二，然后我们去拿欧米茄。好了，我们再抽完，因为我们刚不能拍照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抽完给大家看我们抽到什么？我就抽到四号，你就抽到二号，二号，好，我们现在四号，我们看一轮呢，胸部肌，毙掉。好，抽奖的意思，反正就是先苦后乐，然后就是说，现在可能会有烦闷或苦恼的时候，需要对于人生有不一样的想法，然后感谢神明，然后对每日的生活就是用心去感受，去感受，一定会有新的契机会到来。先马上工作啊！是我的胸廓肌哈，先苦后乐啊，已经够忙了。啊，再来是我们的蘑菇，大大吉，我第一次看到大大吉耶，我的是就是大大，说大大吉，然后大大吉写什么嘞？就是你的所心想事成的意思啊，心想事成，只是可能会有额外的欲望，会让你的所有的财宝丧失。然后会让你沉入到很不幸的想法中，所以要呢掌握你的信仰，不可以怠惰。对，这样算大大吉吗？算吧，看起来不是很好。来，那我们就用老板的钱抽两支签。OK， 在呢，还行啊。OK， 好，去下个地方。Go。OK， 那我们现在也没什么，就是帮老大买到东西。你给老大看，我们就先看。我们买了两个这个东西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卡米萨子，它就是放在那个小小的神龛的里面。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尺寸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两个，一个是大的，这是什么呢？三脉繁昌玉守护啊，就是祝你恭喜发财啊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，恭喜发财。这是小的。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个大的，就是大的，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装得下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两个。然后我还买了什么？私下自己买的，这个玉珠印，就是它有点像是拿来收集用的。然后就是它会盖，很有质感。对啊，这个2000块。然后它会在里面写这个。在这个神社参拜的名字，福建道和大社，然后奉拜盖个章，然后。
然后写今天的日期，所以它很有纪念价值。写了一个今天的日期，我自己还有别的，可是之前都没有买这个，今天是第一次买，那就很有质感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还要去干嘛呢？我们想说，因为现在刚好都是枫叶，可能还有大概。对啊，他们有那个投影灯，那、嗯、我们等下去投影灯。假借公司名义出来买水果，那我们要还要去买我们神剧的一些小东西。好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就是卖神剧跟一些观光品的小店，然后它的旁边就是从高德神社往左手边走下来，就有这边就有这个神剧店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买了几个小东西，你看。日本就有点那种买个五百块那种，包装这么好看，然后我买两个，但是已经包装好，我们回台湾再开。然后我们看一下。他怕弄不见，所以我们要去买第二个。OK， go go， 去喽，然后我们刚看到这边，我家的小宝贝丢在这里，好可怜啊！好，我会把你接回家，拜拜。我们想说去其他地方再找看看好了，毕竟找不到老大一样的面具，他们这边只有长得很凶的面具。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回去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们点赞，小铃铛，好哦，拜拜。